就读于新加坡理工学院的其中一位女学生，她将会我们献唱一首歌。她在今年六月份的一个唱歌比赛当中，刚才说得到了冠军。她唱的这一首歌曲今天叫 Wish， 也就是许愿的自己的一个愿望的一个意思 Wish， W-I-S-H。可能这首歌啊，对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的陌生哈、啊。但是呢，他要把这首歌献给所有在现场的朋友，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他的服装，因为特别装扮啊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给大家做这个表演。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一位，算是一个 cosplayer， 我们欢迎 Miss Serene Teo， 掌声鼓励。哇哦！等一下，我们再跟大家了解一下他今天的这个装扮是什么意思。但是这个时候呢 ，Serene 要带来这首歌曲《Wish》。
穿的这个衣服哦，这个服装是什么意思吗？是什么人物吗？看不出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个讲解。等一下我们也会在这个交流会当中问问他哈。我们掌声鼓励 Serene， 谢谢。